百无不散之筵席。等等，婉儿，既然你从小住在洛阳，是否知晓降妖司这个地方所在何处？降妖司，让我想想，还真没听过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一个官府衙门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再去打听打听。那就此别过了，后会有期。大婶，您可知这洛阳城中的降妖司在何处吗？什么大事？你这人好不会说话，奴家有这么老吗？哼，姐姐我呀，在这洛阳城中住了四年，倒是没听过什么降妖司。若是朝廷衙门，你倒是可以跟巡界的兵爷打听打听，兴许人家能告诉你呢。敢问这位大哥，您可知降妖司该怎么走吗？降妖司？你是何人？打听降妖司做什么？在下初到洛阳，奉师命请问大哥。你没看到这忙着吗？着什么急？神都洛阳省不齐全，与长安无异，衙门多如牛毛，我只是个守城门的，城内之事也不能尽知。这样，你去城北转转，那片都是官驿，能找到你说的降妖司也说不定。刚才有人来报，城中竟有人公然打探降妖司所在。我还在想，哪里又来了不怕死的，没想到是个小家伙。哼，年纪不大，胆子倒是不小。老实交代，你打听降妖司是何企图？谁在那里？在下并无恶意，还望姑娘现身说话。轮不到你提问，现在是我在问你。姑娘勿怪，在下乃是奉师命前来洛阳求见故人，也就是降妖司长司李淳风大人。奉师命，看你带着个妖灵，大约也是圈内人，但你师父若是山野乡人也就罢了，既然知晓降妖司威名，又岂会不知降妖司位置所在？我和师父确实一直住在山中。哼，即使如此，居然直接上来求见长司，你可知长司大人今年年岁几何？长司大人自己都是一把年啊，都有些年啊，不，故人没有冒，是你这么个年轻的小徒儿突然冒出来，千里万里的来投奔，这是普通师傅能干出来的事吗？简直破绽重重，可笑。根据我多年断案的经验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你是来上门诈骗的。怎么样，说不出来了吧？是，经过姑娘这一番缜密的推理，连我都觉得师傅是让我来招摇撞骗的了。你倒还有些眼光，只不过
长司大人多年来降妖除恶，声名在外，早有妖邪歹人欲行不轨之事。虽然你眼光不错，妖灵看起来也只是只大头狗，应该没什么害处。纯子，冷静点，别动手，别动手啊！但既然想打着降妖司和长司大人的旗号招摇撞骗，自然不能就此放过你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可别乱说。哼，是或不是，咱们去降妖司天牢里好好聊聊吧。小白，来啊，将此人拿下。得令。气退散。是。行了行了，连条大头狗都打不过，竟给本姑娘丢脸。你这骗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还敢放狗拒捕，看起来只能我亲自动手了。你要是再说下去，我估计团子也要亲自动手了。永宁，住手！是，师父。但据我推理，遇事不可妄下断言，你忘了吗？这位年轻人有妖灵相伴，身手亦不逊色于你。先前对方已有留手，若是打出真火，双方有所损伤，岂非无妄之灾？可，师父说的是。我是降妖司长司李淳风，我这徒儿先前多有得罪。听说你满洛阳打听降妖司，想要见我一面，可是有何指教？是，李长司，晚辈奉家师陆天灵之命。天灵？你先且慢，此处不是说话之处，你二人随我回降妖司详谈。诸郡阻塞，
你是天灵的弟子，你师父现在何处？夏师在临别之际只留下一封手书，命我务必亲手交给您。天灵他已经去了吗？师父的身体一直不好，前些日子说自己大限已至，将我赶下了山，命我前来洛阳降妖司，将这封信送给李长司你。师父还说，我若在他身边，必定哭哭啼啼，他走也走得不安稳，让我赶紧下山。那家伙还是这样，哪怕骆驼还是如此不济，念此杳无梦，凄然伤我情。春风，原来你是天灵师叔的弟子，之前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果然还是不太会查案。其实你的推理还是挺厉害的，我都快信了来着。别笑话我了，那个，唤我永明就好。既然你是师叔的弟子，那我们就是同门，是一家人了。以后你喊我师姐就行。等等，这个，师父，既然他远道而来，身手也还不错。还是自己人，不如今天就让他加入降妖司吧。也罢，你是天灵的传人，我自当照顾。加入降妖司，你也可一展所学。我降妖司中，众人以其本领、司职不同，分属游侠、阴阳家、巫祝、大理寺四种身份。你能否加入降妖司，要看你之后是否能通过执掌这四个身份的师兄师姐的考核，是否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加入降妖司的考核。晚辈已经准备好。今日是中秋，晚些时候圣驾将巡游神都，许俊、狄伯通、秦来都要护卫陛下，先去进行此三人的考核吧。师父，就由我来带着他去寻找四位师兄师姐吧。不参加初学了？啊，我还是对新人比较好奇。许俊大哥应该很快就到了。游侠之名出自先汉太史公的游侠列传，他们奉战国大侠葛聂为祖师，武艺高强，仗义行侠，可是厉害得很呢。咱们降妖司中的游侠们凭着一身本领斩妖除魔，更是战斗的主力。领头的许俊大哥性子豪爽，虽然看着凶险，但却是最好相处的了。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夸我。原来是小永宁啊，你身边这位，让我猜猜，就是那位新人了。我的考核嘛，说来也简单，你来和我比试一场，赢了就算你通过。我们游侠行走天下，最重实力。怎么样，新人，准备好了吗？
妖气退散。不错不错，好久没有新人让我这么畅快了，是个游侠的好苗子。若你愿成为游侠，那将来咱们便可一同四海相邀了，如何？今晚便去喝上一杯。许大哥，今晚你们不是还有正事吗？喝酒不就是正事？今晚不行，那就明晚。这个香味是，糟糕，那家伙来了！小幽冥，你可要给我保密。啊，我先去向长司大人回报，告辞。许俊前辈，怎么突然像鼠儿见了猫似的？哎，这味道是……果然是秦来姐姐，怪不得许。跑得那么快，小永宁，不擅长说谎就不要说了。许俊那家伙又跑了是不是？哼，之后再慢慢料理他。哎，这位可就是上头说的那位新人吗？你好，我叫秦来，乃秦氏一族的大巫女。不过如今正在离家出走中呢，叫我秦娘子或者阿来姐姐都可以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有过丈夫的人哦。有过。好啦好啦，不逗你了。那现在就开始考核吧。我等巫祝之人，传承自上古灵山石巫。巫者，引天地弦，听万物声，唤灵作福，归谱修旧。姐姐要考教的就是你唤灵的能力，但是不必紧张，毕竟这本就不是件容易事，要花不少功夫，放轻松些才能事半功倍嘛。来，请拿好这张唤灵符。变成人的话，就能吃好吃的东西，穿漂亮的衣服。真没想到，居然一次就能成功。无论如何，现在的你都已经得到了妖灵的辅助，要把他们当成工具、玩具、伙伴。还是别的什么，就看你的喜好了。别的什么？你的资质很出色，想学习巫术的话，欢迎随时来找我哟。
弟沟通。你先在这等一下，我有句话忘了和秦来姐姐说。尤宁，你跑什么？哼，大冰块，我懒得理你，我找秦来姐姐去了。是你？原来是你。杏花村外一别，此处再见，看来你想通了。你把小鱼藏到哪里去了？待你进入降妖司，自然便会知晓。降妖司并非残酷之所，胸怀宽容，量才为由。此话我曾说过，只是看你并未听进去。怕是降妖即是降心之力，也依旧没有理解。罢了，反正与我无关。先说正事吧。世间万物分属阴阳，昔日文王推演周易，我等阴阳家之人便依着先天义理遍察周天，顺势而为。世间生灵，无论是人是妖，皆不脱阴阳五行，以阴阳之理观察理解周围事物，这便是最基础的阴阳眼。原本是要看看你使用阴阳眼的本事，不过有了杏花村这一番经历，倒也不用多此一举。毕竟是那位陆天灵的弟子，你去吧。我的考核结束，至于方才说的那些道理，希望你不要过耳不闻，多多体悟，不要堕了令师名头。哦对了，之后若是有空，便去书斋看看吧。怎么样，他有没有为难你？为难倒是没有，只不过……不过什么呀，我觉得他对你还是挺满意的，能这么容易就从他手下逃过去的，你可是第一个呢。可我看不出他有什么。虽然他是个冰山，但还算好捉摸，等你熟悉了自然能猜出个一二。好了好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见千雪姐姐，她可比冰块脸好多了。哦，有宁来了。这一位就是他们所说的新人吗？正是，见过前辈。不必如此见外，我姓叶，名千雪，比你年长，你若不弃，如永宁般叫我千雪姐姐吧。若是降妖司中有什么不懂的事，永宁又不靠谱时，可以来问我。喂，千雪姐姐，你真是的。好了，客套话之后再说，先开始正事吧。我与狄伯通不同，身负大理寺司城一职，若是你加入降妖司后选择大理寺身份，便会归我统辖。朝堂之上，降妖司乃属大理寺所辖，因此我等既要在降妖司中协理阴阳，亦要代表大理寺正行执法。你们二人随我来吧。此前我曾说过，正行执法。妖与人一样有善有恶，若是天下有何物可以劝善去恶，那便是法。初唐之时，魏文真公与元天师一道为天下妖物立法，妖灵若想在大唐存身，便须遵我降妖司之法。魏公更是斩了那泾河龙王，震慑天下，为法立威。
我等身在降妖司的大理寺之人，便以魏公为范，做那护法执法的利刃。这里许多妖物都是违抗法律、作恶多端的妖凶，寺中前辈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抓捕归案。为了维系人与妖的平衡，为了维护大唐安稳，降妖师们必须让这些邪恶的妖物不再祸乱。匹夫撼大树，可笑不自量。你等肉体凡胎，寿数如同重建，竟还想着什么以法震慑天下诸妖，哼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告诉你们，魏征之所以能斩那龙王，也是那老龙技不如人，活该被杀。这天地之间，强者为尊，想我妖族在石妖君麾下纵横，我们便是天下的法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百年前妄造杀孽的青丘不孝子涂山叶。敢问涂山叶大人，既然你如此强大，却又为何会被我等肉体凡胎居于这小小囚笼百年之久？你笑什么？区区百年，你这小丫头还真当什么大事儿？不过是我给李淳风面子，在这里稍作停留吧。于我而言，无非一梦而已。倒不知待我离开之日，你还能不能站在这儿，像这样逞口舌之力呢？千绪姐姐，这人好奇怪啊，现在还在里头，却笑得好像已经出来了一样，就不怕到时候晚个几年，被人打脸吗？你这小鬼，本座不与你计较。千绪姐姐，考核就这样完成了？能在那涂山叶面前说笑，也就说明你有资格入我降妖司了。何况狄伯通那边快脸很是认可你，说你年纪轻轻，身手却很不错，更难得心性上佳，你可知让他夸奖有多难得吗？狄伯通前辈，既然已经通过了四位导师的考核，那现在就选择身份吧。记住，游侠只收男子，而巫祝只传女儿身，可别走错闹了笑话。天子出巡即将开始，许俊、秦来、狄伯通，他还是新面孔。千雪，你带着熟悉一下环境。永宁，你若不愿同行，便也留下吧。这位是严九渊，是长司大人的师兄。早年因与妖兽大战被啄瞎了双眼，你可称他一声师伯。师伯好。年轻人，你身上有我很熟悉的气息，你就是
天灵的弟子吗？是的，下山之前师父曾养育我十年之久。原来我能感觉得到你师父对你很是用心，快些成长，早日为春风分忧吧。我老不中用了，降妖司还得看你们年轻人的。晚辈一定努力。这边是各位斋记，会记录每日降妖司发生的事情，供后人参阅。就像今天你的到来也会记载在书卷中。退散！想打架吗？来呀！